熬夜后遗症。早知道要出差，昨晚就不通宵玩游戏了。老板说了，谁拿到客户就给谁升职，要加油啊！这鬼地方能有什么客户啊？好像到了，嘿啊！推销肥皂的，没错，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香皂可以消灭人体99%的细菌。嘿，锤哥，我们洗澡用不到肥皂，没关系，我们的肥皂洗衣服也是一绝。哎，江江，我们也不需要洗衣服。锤哥，快想办法，不然声音要黄。醒醒啊，别睡啊！这不就是个订单，用得着碰瓷吗？我签了，快来人呐！今晚谁都不许走，占个痛快！升职的机会就是我的啦！我们谁签个字？我这是长期熬夜导致身体机能下降，我给你换了点零件，以后随便熬。我同事呢？抢着给你结了账跑了。你被开除了。开挂的流浪汉。包子包子。看来你也是刚失业吧，正好我在找工作，我带你一起。我不是。送外卖会吧，找准地址送过去就成，不比你当流浪汉强。去吧。你好，你的外卖。谢谢啊。我家可多亏了你呀、别干外卖员了，去我公司当经理吧。我不行，我还是回路边。多好的机会啊，当经理简单，诀窍只有一个，一定要有威慑力。威慑力、这有毛病吧。不是这样威慑啊。效果不错，再加把劲。公司里哪来的杨柳啊？喂，别暴露了。干得好啊，总公司邀请你去做集团董事。不去，我不会啊。疯了吧，董事都不做，躺平你总会吧。躺平啊。你也躺平啊，真巧啊。新任董事长。我不理解，董事长你都不愿意当。你误会了，我没失业。那你站这干嘛？对不起，我化妆慢了点，想请迟到了。你是陈小四吧？我太太太爷爷托我告诉你，他下辈子还等你。闻风丧胆的兄弟。兄弟，到了新农村，有事就报名字。真的假的？管用吗？我给你打电话。喂喂，在听吗？这是锤锤的声音，你认识锤锤？锤锤做兄弟。谁在这贴小广告呢？锤锤的名字这么管用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在公司横着走了？就是你没在办公室吃螺蛳粉，不知道这是公共区域。怎样，锤锤是我兄弟，你有意见？多亏有你啊，这味儿大，一下治好了我多年的鼻炎。这名字还真好用啊，我再做一下。不错，老板你看他开了吧。这可是我兄弟。开始抛物线，就是在规划公司股票反弹时机，给升职，升职。我要当董事长，这有点难办呐。锤锤，你就是董事长了，顺便把公司欠款还了吧。现在后悔行吗？不行，锤锤救我。兄弟，你原来是扫厕所的，你厕所就是你拉土的。
你带薪摸鱼，天天的上班刷剧。你粉丝做摩斯密码甩公司卷钱跑人。司令，放心，拥有全公司的秘密，没人敢动你。秘密一旦公开，就没有秘密了。你们两个都被开除了。失败的交友。哎，奇了怪了，这树怎么不长个了？可能方法不对啊。同学们，这位是新来的转校生黎妹，哪位负责照顾一下新同学呀？哇，一定要和他成为朋友。哎呦，红华，知道把鸡腿留给他，一定会感动吧？哎呦，呀！那我这是干嘛？给他练颗丹药消消食。我叫锤锤，能交个朋友吗？要帮你传纸条吗？这么多人怎么传？看来我是没机会了。你要帮我吗？未来的父母。坏了，上学迟到了。上来。赶上了。妈，不是送我上学吗？今天锤德去疯狂星期四，被掐表来排队。这就是00后父母吗？果然我妈还是爱我的。老板，来个煎饼果子。这你不会是个便衣吧？你不会是个后妈吧？妈，我这次没考好。这次丢在哪儿？你要好好想过吗？都怪我粗心。对，就这么哭。家人们，我儿子心情不错吧？点下本分的牌呀。妈，没有你们这么做父母的，我要离开家里。谁去？儿子，回家吧，外面冷。你们又不关心我，你们生孩子就是拿来玩的。妈是怕你学习压力太大，我只希望你过得开心。妈，儿子，你点个外卖。好嘞。被拆穿的套路。当了这么多年学生，终于毕业成了老师。00后老师思想行动出发。第一堂课默写古诗。嘿嘿，我提前写好了，到时候只需要偷梁换柱。为了响应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，默写古诗叫效仿古人，今日就用竹简作答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拿来吧，你们这些小伎俩都是我上学时候玩剩下的。课间游戏，大二一木头人不准动，动了的加作业。这三个人挂机，举报举报举报。游戏结束，表现很好。都玩不了游戏了。不能玩游戏就好好学习。受不了了，这老师太会拉练我们了，我要逃课。老师，我姐姐结婚，我要请假。你小子想逃课吧？还真结婚，那你去吧。总算来休息了，真当请假理由，00后老师也拿我没办法。我是今天的司仪，下面有请鸡仔背诵古诗《诗经》，祝福两位新人。关关雎鸠，
再合资作，还不如在学校上课呢。